你把这下面啊八个螺丝给它松了。松掉之后，这个底板就可以取下来了。取下来之后，这上面不是都是一排排的线吗？拿个螺丝刀啊过来，这些孔里都有螺丝的，螺丝把它退掉。退掉之后把它拔掉啊。拔掉之后你再重新插一下，插上去，重新插上去，再把它固实，这几个都把它这样弄掉。还有这个兵马线这个也重新给它拔掉之后再插一下看。一般你像你这个故障出来，尤其是这个是这个引起的。